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需要用到好几个 WhatsApp， 但目前我的手机只可以一次双开，然后就有朋友推荐我用这款 APP， 它就可以克隆很多个一模一样的 WhatsApp。听说第一次下载安装使用才有送30日的会员使用，还有这个 APP 如果你克隆一个话是不收费的，克隆两个以上才是收费的。如果需要用不到很多个 APP 的朋友可以尝试用一下。